这道菜喜欢蒜香的千万不要放过。整颗大蒜切掉头部，放上一小块黄油，用锡纸包起来，200度烤上30分钟。虾仁剁成虾泥备用。打开锡纸的一瞬间，大蒜是真的香。隔着锡纸把大蒜挤出来，趁热放入芝士片还有黄油，搅拌均匀。倒入大半瓶的沙拉酱，继续搅拌。最后来点欧芹碎，颜色会更好看。切好的虾滑装入裱花袋，用蒜香酱填补住法棍所有的空隙，挤上虾滑，再来一层蒜香酱，第二层一定要抹得厚一点，烤箱180度，25分钟。像最近这种闷热天气，一杯话梅凝香红茶是绝对不能少的，5分钟就能搞定。倒入红茶，水刻一下，来上一大口，口型凉。蒜香芝士虾滑法棍也烤好了，表面那层烤得微焦的蒜香酱完全激发出了香气，中间还有截然不同口感的 Q 弹虾滑以及烤得酥脆的法棍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